嗨，洛基，怎么了？啊，你想配合圣诞季变成雪人？啊。洛基，山姆说他可以用雪铲喷雪到你身上，帮你变成雪人。哦，太棒了，我们试试。嗯哼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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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天哪，洛基，你最好去汤姆的油漆店。我确定他可以帮你。嗨，汤姆，汤姆宝贝，好漂亮的圣诞树！火箭洛基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他想变成雪人。哦，他来了。嗨，洛基，准备好变成雪人了吗？哦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，汤姆？啊，身体。汤姆宝贝，我想你的爸爸需要帮助。现在让我们穿上这个。好极了，你不觉得吗，洛基？天哪，洛基很冷。汤姆宝贝，你能找些东西帮帮他吗？啊，好多了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汤姆？是的，当然是手臂。汤姆宝贝，你拿了什么？太贴心了，汤姆宝贝。来点细节吗？洛基，你已经看起来像雪人了。差不多完成了，不过汤姆要先给你一个惊喜。哦，是的，汤姆，我们需要把他的腿也涂成白色。看起来汤姆宝贝又有一个主意。
诺基，汤姆说完成了，你现在是雪人了。非常感谢汤姆，汤姆宝贝，你们做得很好。哦，哈哈，我想你是对的，山姆，比真的雪还要好。大家再见，圣诞快乐，下次见。嘿，史蒂夫，你看上去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？你要去哪里？汤姆的新游戏店，这真让人兴奋。你要亲身什么角色呢？哦不，史蒂夫，告诉我们。你要变成小黄人，太酷了。汤姆，嘿，汤姆，你在这里吗？哦，他在那里。跟着汤姆，史蒂夫，他的新游戏店就在那里。准备好上漆了吗，史蒂夫？太棒了，你们可以开始了。首先是什么，汤姆？当然，护目镜，安全第一。你要用什么颜色，汤姆？黄色是一个开心的颜色。啊哦，错了。对，这是我们想要的。哦，很痒吗，史蒂夫？还有一点就完成了。哇哦，你真的很适合黄色，史蒂夫。你再找另一个颜色吗，汤姆？完成了吗？那真是一支大画笔。这条横着的蓝色条纹看起来很棒。还缺了什么，汤姆？你需要画一条更细的线吗？那你需要一个更小的刷子。没错，使用中等大小的油漆刷。你的牛仔工装裤看起来很棒，史蒂夫，就像小黄人穿的那样。你看起来已经进入角色了，史蒂夫，特别是戴上那些护目镜。不过也许还有一个细节要添加。
你完成了吗，汤姆？干得太棒了，汤姆，谢谢。哇哦，史蒂夫，你真的看起来像小黄人了。嗯哼，看看，这里有一整队的小黄人。嘿，弗兰西斯，嘿，皮特。好好的玩一天吧，不要像真正的小黄人那样搞恶作剧哦。